不過英皇道港鐵炮台山站外，今日下晝2:37發生交通意外，一名女子懷疑捐車罅過馬路，被一架西行往跑馬地的電車右邊車頭撞到，被困車底一度昏迷，由消防到場救出之後回復清醒。受傷女子腳部懷疑骨折，由救護車送院，電車女司機協助警方調查，西行電車服務一度暫停，警方正調查意外的原因。